就要再次出现。天堂五五六六即将要在十月再度登上高雄巨蛋，举办20周年演唱会。三个人一起工作这么久，觉得彼此最大的改变是……你就会觉得说，这些人从我们这样就是一路好像二十岁上下，然后一路到现在，还蛮感动。老实说，就好像有变些什么，但有些又觉得好像没有变，没变的是默契。对，你要讲，不然我就你这样的回答超没有诚意的。对啊，有变等于没变，也是有变。因为世代是一直在转变，所以我自己是很珍惜，就是说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再办？可是因为现在台湾没有什么团体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讲的好像我们还是很厉害。像 BLACKPINK 他们到了这个台湾办演唱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跟他合体。哎呀，对啊，对，我们应该是最有机会。他们快来了，对啊，团体跟团体，对啊，对，跟 BLACKPINK 两个这样。BLACKPINK 五六哦，他们票很难抢哎，对，不当嘉宾就不用买票了。那现在有原则到了，哦对，那可能还差一大截。开玩笑，他们也超棒。对对对，你赶快去吗？我有邀请他，但他那一天在花莲演出，跟大家也宣传一下哈，到垃圾宣传一下。哦，到垃圾，对，自己有演出，很棒的一部剧，一眼不能看。对啊，就也去不了。那你有隔空包票吗？我想，但因为我花莲没朋友，我想我去的票它会变空的，空的以巨蛋等级哦，这个包区不错。男友力的部分在这里全看到了。